触手可及，脚下遨游天际，用飞行照亮城市，用鸟瞰阅读大地。从摩天大楼的屹立到森林水域的柔情，从生灵万物的汇聚到太极拳的蓬勃，16.69万平方公里的人间画卷上，我们创造了怎样的日新月异？和我们一起飞翔，看江西新的美丽。江铜，中国现代铜工业的奠基者，拥有亚洲最大在产露天铜矿和阴极铜产能超100万吨的炼铜工厂，中国每7吨铜就有1吨产自这里。改革开放40年，江铜始终对标世界一流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桂溪冶炼厂一诞生，从此开启了中国铜冶炼行业快速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热潮。当时工厂最重要的生产设备是中国第一台、全球第29台闪速炉。江铜人在这个来自海外的大设备上运用自己的技术进行改造，铜产量一路攀升。今天的江铜铜产能已从当初的年产7.5万吨跨越到现在的年产145万吨。而在江铜成立之前，整个中国一年的铜产量不过30万吨。40年前，江铜陆续引进了众多国家一流的生产技术与设备。拥有中国志气的江铜人在吸收中创新，在运用中创造，获得国家授权专利1107项，拥有了中国铜行业顶尖的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。今天江铜技术与设备已走出国门，服务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江铜还与中国优秀的重型制造企业合作，试验出中国优质的重型机型。在江铜的大矿中，重型装甲式的设备随处可见，身高20多米的废石胶带机犹如长龙吐柱。电动轮则是卡车中的巨无霸，它的轮胎是普通人身高的2倍。即使是重型卡车，在电动轮面前也显得身材矮小。江铜在中国矿山中第一个为电动轮配备了卫星定位系统，为采矿配备了4.1公里长的运输胶带，实现了这些重型机械在运输上的高效节能。精致细节源自悠远底蕴，从容酝酿成就特有醇香。世界因我而不同，四特东方韵，看美丽江西，由四特东方韵特约播出。改革开放40年，江铜人始终珍惜每一份自然的馈赠，从废石中提取铜，从废水中提取铜，在曾经寸草不生的废石中坚持复绿，
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出向阳的花草，生态复垦面积已达848余公顷。这座大坝是亚洲第一煤矿库，江同仁坚持在库上复绿，未来这里将变成美丽的公园。每年江铜用于环保的投入达到16亿，冶炼综合能耗质地达到世界第二。改革开放40年，江铜始终坚持突破自我，他以长远的未来眼光突破资源的限制，实现产业的多元并举。在广东，江铜设立了铜冶炼加工企业，并进军期货领域。在四川，江铜进军稀土行业。在上海金融中心陆家嘴，江铜进入金融贸易领域，以及其耀眼的成绩绽放于黄浦江畔，成为江西国企改革成功样板。在南昌，江铜建成铜箔、铜管、铜板带等多个生产企业，江铜正为代表未来的 IT 终端、光伏电线、电动汽车、智能家电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。立足江西，走向全国，在开放的大潮中，江铜的事业不仅仅于此。宁波港，世界第一港，来自海外的铜原料常常在这里卸载，送往江铜。同样的情景也在南京港、厦门港、上海港发生。每年江铜从海外进口铜原料130万吨，而这仅仅是江铜拥抱海洋的一个缩影。江铜所生产的阴极铜、金锭、银锭成功在英国注册，这意味着江铜产品进入世界一流金属产品的序列。江铜成为第一个完成如此壮举的中国铜企，江铜也是中国铜企中第一个实现在香港和伦敦上市的企业。在亚洲的阿富汗和18000公里外的美洲大陆上，江铜携手央企成功地收购了海外矿山。今天的江铜已成为中国铜原料联合谈判小组发起人，国际铜市场的价格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中国因素。从2013年开始，连续6年，江铜名列世界500强企业。凡是过去，皆为序章。在新的时代，江铜仍将紧跟改革开放的大潮，面朝大海，用力潮头。